小货车路口停等，准备转弯，看见左转灯亮，起步往前，没想到下一秒，对向一辆轿车爆冲而来，高速撞上小货车，被强大力道撞到车体，当场往左倾斜，弹了一下，接着整个翻覆，车斗物品全喷洒出来，巨大声响吓坏民众。听到咚声音，声音很大声啊！事发现场满目疮痍，不止小货车侧翻横躺，爆冲的银色轿车更是车头撞烂，保险杆整块掉落，场面有够吓人。这个地方十字路口，它这边是红绿灯有两份式的。 两个红绿灯，它两个不是同时的，所以常常出车祸。这边事发在新北泰山新五路与中港南路口，大型车辆众多，事故率也高。当时周姓轿车驾驶闯红灯，失控撞击绿灯左转的货车，车辆翻覆后驾驶自行爬出，肢体多处擦挫伤。小车驾驶，这伤势轻微哦，不需就医啊。 那经了解，双方均无酒驾情事哦。没喝酒却闯红灯撞翻货车，除了被警方开罚，还得赔偿车损。飙速强快，更可能伤及无辜。记者黄义俊、黄玉兰，新北市报道。